悠悠数千载，苦心天上来，不信天地与神灵，只因世道坏。神话故事传景言，无人在其外。其实神话也好，传说也好，如果没有它的历史基础，没有它的现实意义，是流传不到今天的。也许上天正是利用了这些向人们展示着神佛的慈悲与威严。也许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确实有着很深的道理。也许当到处都在流传着说要发生一件你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站在敬天信神的角度，好好的思考一下。2006年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其中的五句红眼石狮的故事是观众朋友最喜爱的节目之一。故事深刻描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敬天地、礼神明、乐善好施、扶老携幼以及善恶有报的精神内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观赏五句红眼石狮的片段。五句红眼石狮的故事是典型的恻隐人心、警醒愚迷的一个典故。当乞丐抖落一身烂衫，展现神佛光芒万丈、无比庄严的真正的形象时呢，人间的善恶立刻分明。那么这台舞剧的编导及善心夫人的表演者，原加拿大皇家舞蹈学院的老师张铁军女士，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传说作为这个舞剧的创作背景？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和观众朋友一起走进这台舞剧的台前幕后。
听说您从事这个舞蹈事业已经有50多年了。是的。哇，真的是漫长的历史了。那您从事教学工作有多少年了呢？仅仅在加拿大就是二十五年了。嗯，在中国也十几年了。哦。我是中国成立舞蹈学校，从1954年成立的舞蹈学校的第一批正规学生。哇，时间是很长。我们猜一猜，究竟有多大了？我是没有猜出来，不过蛮年轻的哈。那么您为何会选择这个题材作为这个舞蹈的创作背景呢？对这个问题呢，我也想过。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南亚大海啸，那个灾难。是。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觉得哎呀非常震惊，因为我当时就想，人的生命啊，真是就是很渺小吧，真的是瞬间就这个大自然的这种力量就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啊，当时就非常心痛，非常心痛。不久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有意思的。嗯，这篇文章写的就是说，当大海啸来临的时候，我怎么告诉你？那它是有深远的意义的在里边。他就说，当你在很愉快的在海边上拾着贝壳，在欢快在晒太阳啊，在玩啊，在捡那个螃蟹或者是什么。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告诉，有经验的人告诉你说，这个好像天空有点变化，不太对劲，我们赶快跑吧，可能有什么海啸或者是不祥的预兆。那么很有些人就啊，我这儿很好，玩得很好，你为什么那么给我来一个这么不愉快的消息，就不理，也有很多人也不听，但是有人也听了就躲过了这场灾难，没有听的呢就瞬时间被大海冲走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对我的一个很大的启发，我就想起来我曾经知道了有一个故事，红眼石狮的故事。这个传说呢就是讲一个村庄的一个妇女，她非常善良，她就是也是信佛拜佛。那么整个村庄呢，其他的人都不信佛了，都不信神信佛，所以呢也无从谈取他们敬了。那么听说这个菩萨呢就要是来测试人心，走到这个村庄呢就扮演了一个乞丐，正好呢就到这个老夫人的家门前，他呢就要讨一碗饭。那这个夫人呢很善良，看见一个乞丐，但是他没有食物了，仅仅呢是拜佛的一碗饭，他就分了一半给这个乞丐。那么这个乞丐顿时就告诉他，我是不是一般的人，是神佛。然后就告诉他，可能将来要有一个灾难，如果你看到村口两座石狮的眼睛发红的时候呢，你就逃到山上去。那后来这个善良的老太太呢就非常善良，她因为不想让别人都死掉，她一个人活，所以呢她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的人。那么当时全村呢没有一个人信他的，都不听，就开玩笑，就觉得就是这些可笑的事情，是生活那么好。然后这时候呢
有一些小痞子就是比较恶作剧吧，半夜把这个狮子眼睛涂红了，涂红了以后，对，这个灾难也就来临了，也就在剧中看到的一样。是。那么您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对，这里边很有意思，当时因为我就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了，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因为我自己觉得是有神佛存在的，我是有信仰的，嗯，那么我想全世界的人也有很多有信仰的啊。对。那么中国自古到今五千年的文化都是告诉人们是有神有佛的，我们中国历史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大家要知道善恶有报，你要做善事，要做好事，要做一个好人，你才会有好的未来。如果你做坏事，你去欺负别人，甚至你去虐杀别人的话，你一定要遭到恶报的，这是一个天理。就是人呢，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做了就谁都不知道了，这是绝对不会是这样的。嗯，就是啊，特别是我们搞艺术的，搞艺术的就应该用艺术的这个，这种形式吧，去教人向善，啊，把最好的东西传递给所有的人。嗯，啊，还有那个最后那个。你看那个舞姿，最后那个舞姿要转圈的时候，这个手要不是水的啊，是要有舞姿的，一定要有舞姿的。有一些人是用这个艺术的手法呢，去为他的政治服务，比如就算就现在在中共吧，他用这样一种形式呢，去灌输给人互相仇恨、互相残杀，特别是对这种信仰真善人。修佛修佛修道的人这样去污蔑他们，这样做呢的结果呢，就是不但害了自己，害了很毒害了很多人，就是毒害了很多观众。其实你要说到这个啊，我记得我也在明慧网啊，有一些网站上也看到过类似的消息，比方说那个国内当时不是破坏法轮功吗？有很多恶警啊，当时真的是，我听到有一个故事，就说就闯到人家家里去了，然后人家说你这不像土匪吗？他说怎么，我就是土匪，就说那些警察真的是从内心他。自己明明白白的做坏事，而且我当时看过很多报道，就是有很多恶警吧，真的后来就遭到了报应，什么撞车了呀，或者说自己突然得了不治之症啊，看起来我觉得真的是很触目惊心，所以觉得哎呀，做人真的是得循规蹈矩，做一个好人。舞剧中的观音菩萨的扮演者齐婉玲，她是如何表现观音和乞丐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的？表现观音的哪些因素？那么在表演时，她的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哎呀，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真的认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因为你想想，一个是那样光芒万丈、无比神圣庄严的菩萨，那么另外一个呢，却是无依无靠、这么非常无助的一个乞丐老婆婆的形象。所以当时在诠释这两个角色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哎呀，怎么样能够让我自己看得老一点啊？那人老的时候是不是驼着背啊？或者说被人家欺负的时候会是怎么样一种心里那种无依无靠的那种可怜楚楚的感觉？
那后来呢，张老师看了我表演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哎呀，你这个乞丐婆婆演得不够庄重。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是先是一惊，然后后来我在想啊，原来这个乞丐老婆婆她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乞丐，因为她是观世音菩萨她化身来起悟人的善念这么一个角色。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其实就把这两个角色合二为一。所以当我再去演这个乞丐的时候，当被人家欺负辱骂的时候，那种心态呢不再是为自己而难过，而是真的为那个施恶者他们感到悲哀。那你是表现这个观音菩萨啊，是怎么表现他哪些因素呢？观音菩萨他就是一种慈悲庄严的化身。其实刚开始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觉得很为难，因为呢他没有什么舞蹈动作，他完全就是展现了这个人物的境界，可以这样说。所以呢我当时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啊，我就在想，那观音菩萨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他应该是很慈善的。所以当第一次彩排的时候特别有意思，那下面的那些舞蹈者啊，还有我们的老师啊，舞台那个艺术总监啊，他们就跟我说，哎呀，这个菩萨演得不够庄严，说笑得太多了。哎呀，我当时就想，哎呀，那就不能笑了。所以第二次彩排的时候呢，哎呀，我就特别的紧张，我说，哎呀，千万不能太笑了。可是下来之后呢，大家又跟我说，不行，你这太严肃了，菩萨应该是慈悲的。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郁闷哈，然后回家呢，我就在想，对着镜子看，我说，那到底什么是既慈悲又庄严的那种感觉呢？后来看着看着，我突然一下，我当时从内心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慈悲其实不是装出来的，它是修出来的，它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修为。所以当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我其实就把我的注意力从舞台上转移到了我自己的生活中。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舞蹈者，他带给观众的其实是他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那种正的、善的和纯的力量。以及您呢是扮演这个善心夫人啊，听到那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呢，告诉那些百姓啊，可是在向人讲的时候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啊，总是有人听有人不听。那您在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您心里是怎么想？我心里当时就想，不管你听或者不听，我总是要把我知道的要告诉你，直到你最后能听。我就是这么一种心情。我就是用我的心来告诉你，你相信我，我告诉你是真的。是，我记得当时啊，我在台后的时候看见铁军老师在台上，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跟那些人快跑快跑。哎呀，我当时一下子我眼泪都要出来了，当时真是这样。实际上我自己在表演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在内心在呼唤，而且呢，我不单是向我的表演的这个演员的呼唤，就是扮演的角色，同时呢，我也向底下的观众呼唤，就告诉你们，要人要做善事。一定是这样，这是天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家听听劝吧。我当时就是用这样的心理的台词向所有的观众这么说的。
那么婉玲啊，您是在这个剧中扮演观音菩萨的这个角色哦。是，在这个舞剧当中呢，它是告诉人们呢将有灾难的发生。可是也有人问啊，说如果说啊观音他不告诉那个善心人的话哈、啊，就不会有人把这个故意的把这个狮子的眼睛弄红了，这样是不是预示着没有灾难的发生呢？其实我觉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就好比说它有它的法律，它有它的制度，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宇宙中，它同样也有天理的存在。所以为什么从古至今吧，人们都在说做人一定要行善，这样呢才能够造福后代。就像铁军老师刚才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想就是神佛观音菩萨他是大慈大悲这样光芒四射的这么样一个觉者的形象。所以我觉得不管观众朋友他信不信佛或者相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他都能够理解这一点，就是神佛永远都是施善于人的。所以其实灾难不是说是菩萨或者神佛看谁不顺眼给你加了这么一个难，灾难都是人自己造成的。因为人心啊，它真的是不再善良，你做那么多恶事的时候它一定会遭报。观音菩萨他之所以去化身的话，他扮演成那样一个乞丐，我想他是不是还是要给那些作恶的人们一个机会啊？对，真是这样。我同时我自己也是这样去理解的。因为我觉得在看到就是这个舞剧中啊，这个村庄里人们都已经人心已经到了那种地步的时候，人心无善念，那么菩萨看到的时候，他真的是还要给人最后一次机会，将自己化身成这么一个无助的一个乞丐婆婆，去看谁还能有那么一丝的善念，谁就能得度。那我觉得那些剧中的那些恶人啊，真的是连最后的这么一个机会他们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这件悲剧可以说是他们自己不相信神佛存在而所谓的恶作剧而造成的。同时我还想补充一点，不是说灾难是突然降临的，它是给每一个人机会。你比如说这个老妇人是吧，她的善良她是影响了周围的一些个她的邻居啊，比如说人家遇到困难了她就去帮助别人是吧，乞丐没有饭吃了他去救济他，有其他的人冷了没有衣服他去把衣服给他们，这些个小事就是会告诉一些人这个老妇人她的为人是什么样的。那么到关键时刻呢，这些人是会用脑子想的，他是有悟性的，他悟到了以后他就会相信这个老奶奶绝对不会欺骗我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这个咱们古人经常说这个，所以他信了，信了的人他就得救了。在整个的包括排练啊，舞剧的排练还有巡回演出中啊，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最感动的呢就是观众对我们的肯定吧。真的是无论是东方人西方人，无论是男女老少，真的他们都能够明白我们要想对他们说的话，而且他们是从内心深处对这种理念产生了共鸣。观众一个叫 message 也好，或者是信息传达给观众一个信息，就是说要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珍惜这一切。因为在我演到最后的时候，我跟观众是说话的，我是说虽然我看到地下一些死尸，但是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不希望他们死，我希望他们活。
您好，你在这个剧中啊，这个舞剧当中呢，你扮演这个不善人哦。对。那你是在这个剧中怎么样揣摩这个恶人的这个角色呢？其实开始的时候不是很好揣摩，因为不知道恶人的到底是怎么样去一举一动是会是怎么样的。后来呢，发现其实恶人吧，要想学就是把不好的那一面给他放大，就不去管那个不好的那一面，没有任何的顾忌，对，为所欲为。对，我想起来了，好像剧中那个把狮子那个眼睛弄红的那个人就是你啊。啊，对对，就是我。你为什么的表现那么傲慢自大，不听人的劝说呢？我演这个角色是个富家公子，比较傲慢的富家公子，他就比较注重这个贵贱之分，所以呢，他觉得那老婆婆说的话，他怎么会去信呢？所以，对，而且他带头嘛，他有钱，他带着那两个人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说我们不要以貌取人、哦、对对。那你在这个现实当中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例子，像在中国那些迫害法轮功的恶警嘛，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有一些就是刚刚打完法轮功学员出门之后可能就出事了，也有一些当场就暴死，所以这些例子还是蛮多的。那你爸爸妈妈喜欢你扮演这个角色吗？开始的时候真是不喜欢扮演这角色，因为是个反面角色嘛，他们希望我扮演一个正面角色。正面角色。对。但是后来呢，看我跳的还行，也就没说什么。是。对，其实这个反面角色它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去告诉人们这个干坏事的下场。对，就说不要做坏事。对，善恶有报。有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舞剧红眼实施的受欢迎，是不是也意味着人们内心对传统文化道德的憧憬与向往呢？当看到节目表演结束时，观众久久不忍离去的景象，似乎得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了。路要靠自己去选择，静下心来，听从内心深处佛性的指引，也许您会惊喜地发现，这正是梦里寻他千百度的谜底。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Thank you.